随着时间越来越靠近圣诞节，在各地都开始充满着圣诞节氛围。而今年台中市府与迪士尼共同合作，联手举办的2019台中耶诞梦想世界，三大主题灯区都非常好拍，像是可爱萌趣的 Soon Soon 女孩最爱的迪士尼公主系列，以及迪士尼经典角色米奇与米妮和小熊维尼与好朋友们，在下周就与大家见面咯。今年台中2019台中耶诞梦想世界将在1/6正式开幕，为期近一个月的展期时间，以三大展区为主，分别是旧台中火车站前广场、绿川水岸廊道、柳川水岸步道。图片来源又挂号，旧台中火车站前广场是以疗愈萌趣的 Soon Soon 姜饼屋和圣诞树。游客们从一下火车就能欣赏到这充满圣诞气息的装饰。而在柳川水岸步道是迪士尼公主系列展区，像是美女与野兽的贝儿、仙女奇缘的灰姑娘都会在这里与大家见面。图片来源又挂号，今天要让大家抢先看位在绿川水岸廊道的迪士尼经典人物，有米奇、米妮、高飞、布鲁托，另外还有小熊维尼与他的好朋友，大家最爱的迪士尼角色通通出现在绿川上了。图片来源小老鼠又挂号，绿川水岸廊道在白天可以拍出绿荫流水的优雅景致，配上可爱的迪士尼角色们，让这里的氛围更活泼有趣。图片来源小老鼠又挂号，图片来源小老鼠又挂号，图片来源小老鼠又挂号。到了夜晚，每个展示品点起灯时，整条河道瞬间变得梦幻又浪漫，很适合来这里散散步，感受一下迪士尼专属的圣诞氛围。 Tilda Don 图片来源小老鼠又挂号 Don 图片来源小老鼠又挂号 Don 图片来源小老鼠又挂号。2019台中耶诞梦想世界展区地点：旧台中火车站前广场、绿川水岸廊道、柳川水岸步道。展出时间2019年12月6日至2020年1月1日。目前有部分展区仍在施工中，大家可以等到1/12来台中这三个景点搜集可爱的迪士尼角色吧。 Tilda 延伸阅读来源分隔号。